那各位，我先提醒各位，今天我们有Gordon，他的中文名字是谭景辉，今天他会接受浸礼，我们已经给他预备好了，还有他非常高兴，因为他提出要信耶稣要受洗。 已经是三四个礼拜以前了，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现在读圣经，然后保持点信心。本来是应该上个礼拜，但是他因为冠状呢，检测positive， 所以上个礼拜推迟。然后他礼拜三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可不可以这个礼拜天？ 我说可以，我本来是要礼拜四才打电话问你，你的决定明这个礼拜天还是下个礼拜天，随便你，或者是我已经后悔不受洗了也可以。这是人要救自己一个非常清楚。啊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奖章，我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。上帝恩待我们，又老又可爱，其实不对，我还没有老，这不是我啊。 又老又可爱，那个不是我，因为我还没有老啊。OK， 所以有时候你听我讲话要小心，小心听清楚。等等，你看他自己都说他已经老了嘛，我就，啊，那下面那一句有先也要先补出来嘛。后来他又解释他还没有老。OK， 要传就传，比较完整一点，对不对？希望你先生下等一下能够来。 我真的很渴望看见这种人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，我们一辈子不认识的，你都知道了 ，OK？ 就因为小鱼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认识以后，我们发现他在圣经里面理解、遵循圣经的精神，跟我完全一样的一条线。但是有些人呢，20年、30年还没有在一条线，所以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，能不能来这个给我谈，我说算了。 20年不能够同在一条线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因为我现在，啊，我差不多要说年纪大，不要太浪费时间。OK， 啊，信耶稣变成非常可怜的，但是呢，对我来讲是非常精彩的。信耶稣变成撒谎 ，believer or liars， 撒谎的人，非常简单。刚才那个。 朱弟兄已经读出来了，这是雅各书第1章21到21节，22节他读的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那 doers， 啊，你们要 listen to the word and do， 还是也要照着去行，不要单单听到，你就什么，你就不会。如果你照着做 ，OK， 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。 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欺骗自己也是撒谎。OK， 对我来说就是欺骗自己更不好，因为你不单是欺骗自己，还显出自己是个笨蛋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。是的，我们知道主的道能够救我们的魂。如果你读 NIV 啊，你一辈子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 NIV 他们翻译错误。 雅各书1章21节，但你必须遵行，非常简单，你必须照做。传天下，我看见我太太，她煮饭很精心，很好吃，给我们四个人吃，连她自己是5个人，我3个孩子嘛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吃呢，也会饿死的。所以，人家煮好的，你也必须要吃。 我呢上的恩典，我才能说，我老婆煮的饭是最好吃，比餐馆煮的更好吃，也更有益处。OK， 这个道能够救你的魂，但你必须要吃，吃了以后还要消化，照着遵行出来。这里讲的很严重，你不上天堂就一定要下地狱，没有半天掉的。如果你说信耶稣，但是你不遵行。 那我现在又要提了，有人又要想到什么人
OK， 你离开这个教会，你最少犯了两个罪。第一，没有听传道人的话，那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。第二，你没有遵循神的道，我还可以再数下去。所以这种人呢，都是撒谎，因为他没有照着圣洁的真理遵循。经文就在这里，很简单。如果圣经的真理啊，你讲的清楚，讲的明白，是非常有功效。这我是下个礼拜那一篇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他英文说神的道是 living and active。 living and active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下个礼拜会把那个字典号码也给你，你可以自己查，在这里我摆在这里，这本很多地方可以买到，你家里可以买得到。我会把那个字那个字典的号码给你，你可以自己查。 active living and active 什么意思？神的道，如果你照着遵循，你的魂就能够活得健康。你的魂健康了以后，就有力量控制你的肉体遵循神的道。听清楚没有啊？记得清楚啊。 living and active， 它的意思是说神的道能够叫我们的魂活得很健康，有能力不断的不停止的控制我们的肉体不要犯罪。这是下个礼拜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 OK， 我前几天才突然间发现我要把它查考清楚，今天呢先搞这个原文逐字翻译。你们要成为行道者，成为行道者 doers， 还有你们必须要成为 doers of the word， 而且不要以单听道来欺骗你自己。这是原文抄出来的。 OK， 你不要用当天听道来骗你自己。你可以骗人，有时候可以骗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。上帝恩待我，有一天我突然间爆出一句话，他就暴露出来了。神的道是这样厉害的，几个字就把它爆出来了。原来它是假的，几十年都是假的，而且假的好厉害。要记得在我传道的教会，我常常这样讲，教会里面呢会有撒旦魔鬼假装的光明天使，但是我常常强调他来到我们基督教会也必须假装成为光明天使。但是呢，而且有一天上帝恩待我，我会爆出一句话，他没有办法再装，他会爆露出来，大家都看见，所有有眼睛的都看见，这些人是 liar 骗人的，他不是真的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我看见路加福音十六章开始那一段，路加福音十六章开始那一段，那里说魔鬼撒旦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比我们光明的儿女更聪明。这句话我看了以后，圣经是这样翻译，我看了以后想了好久，最少想了十几二十年。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，在上面第三节，在上面突然间我发现原来他是自己心里说，
他自己对自己说，他以为很聪明，他以为这样不义、这样坏，天父还称赞他，说他聪明，比他自己儿女更聪明，是他自己心里面骗自己的话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世界上，你看，头脑清楚一点。 这些人呢，都以为他自己很聪明，明白？他自己以为很聪明，其实呢是笨得不得了。我光明之子四个字就把他们爆出来，把他们切发显露出来。你说谁聪明啊？我们聪明过比他一百倍，我告诉你，我四个字一句话爆出来了，明白？聪明在哪里？ 这些都是笨蛋，装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 ，OK， 你装，上帝恩待我。有一天我突然间爆出一句话，他就爆出来了 ，OK， 上帝恩待我，神时不时给我清除这些人 ，OK， 纽约市体这里啊，想清楚啊，所以如果你住在罗伯人呢，那一定不是你了 ，OK。 所以说纽约信体里面的 OK， 99，所以你不要听了，闭上眼睛休息一下。纽约信体99的说信耶稣的人，我写都是撒谎，99.9都是撒谎。我写头一张，40几年前来到这里，1974年来到这里，9月30号，来到 Flushing。 我后来写了头一张的福音单张，我们到处去派福音单张，看见人就塞给他，然后我们还大厦里面每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可以去一门一家家去派，就是什么，你呢信耶稣有不听耶稣的话吗？这种妈是口是边的，不是你是边啊，人家有人说你要叫人家妈。 你给我变，你可以浮躁都可以的，OK？ 你能信耶稣又不听耶稣的话吗？太多了。我为什么会写这个讲？这个讲章还有好多留下来，只有一篇 ，OK？ 你可以拿去派，你可以跟我太太拿，她知道放，应该知道她放在什么地方，还有好多，你可以拿去派，是40多几年前写的。 你能信耶稣又不听耶稣的话吗？现在我有个很简单的方法，立刻全世界都可以爆出来，没有人能够跑的，非常简单的方法。你只就是问这个小问题：你们教会的名字圣经有没有？我教了好久了，你们教会的名字圣经有没有？整个纽约市里去问，99%，OK。 就是小云来了以后，我才碰到第一个，他冲口承认他没有，他们教会的名字圣经没有，是我的福气，我还听到一个 ，OK， 你立刻发现99%，99.9%的，以为信耶稣，所谓信耶稣都是撒谎的，根据哪一章哪一节？记得雅各书1:22，雅各书。 1:22，如果你听到不行道，你就是撒谎的人。好了，耶稣对这已经小心哈。2000年前，我不要讲2000年前，我讲50、60年前就行了。60年前我在香港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没有照圣经信耶稣。 他立刻跳起来，我挑战你，我要你来我们教会跟我的牧师、我们神学院院长辩论。如果你能够在他们面前证明我们没有照圣经，我们就来基督的教会。3年多，500-600人，完全是有学问的，中学毕业的。 大学生，这种人，有一点头脑的，现在这个时代
没有这种人的，他们情不愿坚持保持撒谎骗自己。最近就有两批，40多年前，我有一天38个人受洗。为什么有一次有38个人受洗？就是因为有一个40几人的教会，他听见他的传道人跟他们一起听见我讲的道，听见我讲这个受洗的圣经教训，他们发现他们没有照圣经，所以一起在这里受洗，照着圣经。现在最近也来了两个小型的教，也是40多人，他们的领导他们的教师来到了，听见哈，我连约翰福音3:16也搞错了，吓了一跳，然后这里一错那里一错，哎呀不搞了，看见现在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要小心啊。所以圣经的真理啊也是非常准确的，它会越来越坏，坏到死硬坚持不照圣经下地狱。这种人呢，我不浪费时间，我发现了我不浪费时间，现在太多了。 OK， 这里有几个人礼拜四在这里研究，他们亲眼看见。 OK， 跟60年前完全不相同了。我这辈子看见两头，在中国看见好多，真是如果政府许可我在中国实习啊，1天5000都可以，你不要说3000，但是是30、40年前、50年前、60年前是这个情况，现在没有了。100年前在美国这里，150到100年前那50年，在我去过那个 Texas， 那个 Abilene Texas， 没有天主教会了，没有天主教堂，他们都成为基督的教会。那个时候那些人很诚实，你告诉他没有照圣经，他就对我们不是这样做，他就改了。现在人你以为不是啊，但是我救得很好，我明白，你也笑笑，是我们教会名是圣经没有，我们也没有照圣经歪神，我们弹琴击鼓跳舞嘞，我发现这个150分很好哦，那就变成这样了。 OK， 这是现实。所以我讲的我是什么普通常识，现实圣经真理实在是这样。 OK， 耶稣对那些已经信他的犹太人直截了当说什么？遵守了道你才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从罪里面得释放。耶稣说你们是什么？撒旦的儿女。看见耶稣直截了当，如果今天我直截了当指着他说他什么，指着他说他说得了，等一下我自己在那打我，最少吐我口水啊。看见这现实，耶稣点着他们，撒旦是你的父亲，这样的话我讲的有比这个严重吗？啊，小云啊，你听我讲这么多句多久了？都要几年了是吧？我没有讲的这么严重吗？还没有啊，啊，这个世界 ，OK， 我已经讲的很婉转、很斯文了。OK， 你们是撒旦的儿女，看见你们撒旦撒谎，你们也撒谎，他是你的父，也就是说，我转父领受。告诉你们，你们什么不信我，耶稣不承认。他们说信耶稣，但耶稣不承认。他们说是神的儿女，耶稣不承认。你们是撒旦的儿女，直截了当。传道是这样传的，耶稣说他们不信他，他们是撒谎，第三的。你能找到一些真信耶稣的人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你可能找到一些，其他都是嘛，
其他都是这些，小心看，只是作恶迷惑人的越久越恶，欺骗人也被欺骗，全世界都是这样。特别是纽约西体这里的信耶稣的人，全世界都是这样，越久越恶。受了恩待我，我今年83，有这个亲身的经验。在中国，在香港60年前，五十年前，在 Abilene Texas 那里也是这样。现在不是了，越久越恶，情愿坚持。你说不好，我就做给你看。还记得吗？你下地狱嘛？不是我下地狱啊，还要生我气啊？甚至去下地狱也可以啊。OK， 那很麻烦啊。OK， 但是我讲的是圣经真理，全天下没有人能够辩论。我知道这很可怕，但是现实确实是这样。大家知道，这里每一个人头脑清醒，现实是这样。都有福气，谁能够这样讲到？只需要问你，啊，只需要问，你知道约翰8:31有什么问题吗？全天下，整个欧洲，可能你找不到一个。哦，唉，非常悲哀。我们那个 David Chen 呢，他最近去意大利。Forest 那边，他特别找到一个 Church of Christ， 很伤心，很悲哀。他们的教堂挺大的，挺大，挺美丽，但是里面聚会的人呢，10几个，基督的教会在意大利变成这样。其中还有一家是从瑞士开车到那边去聚会的，可怜悲哀，现在是到这个地步。他们有大的教堂，10几个人聚会，看见没有？这世界越来越坏，坏到世界上的人他就坚持下地狱。坚持不要遵循圣经的真理，来到解释，来到真理，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，因为我有白纸黑字，还有原文，还有字典，所有英文翻译的圣经都有问题，连 KJV 英国王帝本也错，没有一个信耶稣的知道。所以我在刮胡里面，他们所谓信耶稣，这是都是撒谎，撒谎者，更不说怎样用圣经真理纠正了，没有。所以听清楚啊，来到这个教会，你还去哪里？离开的都是什么撒谎者？这句话很严重哦，但我没有指名啊，我没有说某人某人，我会叫出他的名声了，怎么样呢？上法庭就告我了哦 ，OK， 我没有啊。总而言之是这样，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 ，OK， 我讲的我只需要你知道，我讲的是现实就够了。就上法庭，你敢说你没有做我说的吗？我说你这样做，你没有吗？你能够证明你没有吗？没有的，全天下我6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的。是的，我知道这甚可怕，但是现实，可怕就在于这些都是现实，真是可怕，我就觉得很可悲。所以我直截了当，我不劝人做传道。这世上的人，他们立志要下地，那你救什么呢？
圣经说明很清楚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，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，脱离这歪曲的时代。如果你不救自己，神也不救你。听清楚，你不愿意救自己，神也不救你。我不会说神不能救你，我是说神不会救你。我看见很多死了 ，OK。第四啊，看使徒使徒约翰形容他是有爱心，常常讲爱心的使徒基督。他说：“我们若遵守神的道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们认识神，却不遵守他的道，他的命令啊，便是撒谎。”他就很清楚，上帝恩待我，我这一辈子传道最厉害就是这些圣经哪一章哪一节，你明白我也明白，全天下都明白，不需要解释。你说信耶稣，你说你认识耶稣，但是你不遵守新约圣经的道，都是耶稣的话，你就撒谎。最有爱心的约翰讲的，不是我这个约翰，我这个约翰算什么呢 ？OK， 写圣经的使徒约翰，最有爱心的使徒约翰说：“如果你说你是信耶稣，你没有遵守新约圣经的道，你是撒谎。”圣经里面讲的，我陈约翰就是有这个神的恩典，一辈子这样讲道，遭遇很多挫折，但是呢，我还在这里。神的恩典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，在他里面完全。小云啊，我都很奇妙。奇怪，上帝，我怎么发现这些经文，然后把它排列起来？你真有福气，你先生最欣赏这些讲章，记得拿几个回去，记得啊，给他传留在下来，他一定很欣赏。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，而且是现实。遵守他的道的人，才能够说他是信耶稣。从此我们知道了。我们是在主里面，人若说住在主里面，就该照主所说的去遵行。第五了，信耶稣的人永不离开基督的教会。小心啊，特别是这个基督的教会，如果你信耶稣，你永远不会离开。你在63 exit Long Island 也会来到这里。我讲他准不准啊？62或者63，也来到这边，他不会离开这个教会。圣经里讲得很清楚，马太7:24-25，所以凡听见我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凡听见我这话遵行的，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唱69首，就是这里69首。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不会离开，清楚吗？看见了吗？没有看见，摇摇头，看见吗？你不会离开的，总不倒塌。离开的都是骗子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某人骗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会告诉你，骗什么我都知道，只是我不要说，免得等一下人家又说我没有爱心。因为他立在根基神的磐石上，撒谎迟早会离开的。
你给他一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他有一天会离开，就是一定会的。我六十年看着好多了，就在这里，凡听见我这话不遵行的，看见吗？不遵行的，我再把它讲清楚。凡是离开这个教会的人，都是因为我讲真话，然后他们选择不听离开的。我这个传道人每天都想着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人，他们的好处，他们的幸福，他们的救恩。那以前小鱼受洗的时候，以前人和人受洗，好像这一次郭德要受洗，我们礼拜五好多人来这里亲近这个地方。我今天早上六点钟来这里，先浇软那个热水，我们要尽我们力量保持它不会着凉。我一辈子传道的工作是听我跟我在这里去一起聚会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尽心尽力保持他们还有他们的儿子。所以我上次我常常提，生养众多，若你不能够养生出来养出来，不能够帮助他们上天堂，看住他们下地，你一心何我何人？信耶稣搞得自己儿子不信耶稣，是很可怕很可怜，我同情你们。所以尽我力量，我们孟母三迁，记得吗？你不要信耶稣应该知道有些地方可以去，有些地方你不可以去，因为小孩子会尽量修养，所以你要小心 OK。 但是呢，有人就不喜欢听，他就要故意去给你看，谁受害呢？要想清楚，不要太笨，头脑想清楚，谁受害？陈弟兄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常常说了，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我也戴口罩，为什么呢？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受灾害，明白吗？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，也在做的事情。那我讲的话你不肯听，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呢？我讲的是圣经的真理 OK。 地上做这个小心啊，会得罪好多人，小心听啊。地上做妻子的容易自我检测，现在自我检测是不是有没有写错字啊？检测是不是这两个字 OK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，正如教会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有女结婚的女孩子都喜欢这一句，有一个丈夫爱她，爱她愿意为她死，这种丈夫是全世界她老婆都喜欢的。所以我故意先讲，这是二十五节二十四节，我故意把它排过来，小心二十四节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。大家，我故意把它调过来讲，因为全世界的妇女结婚的人都要求丈夫爱她，而且爱她只爱她一个，爱到愿意为她死。每一个人都要，凡是顺服丈夫呢，我这个丈夫怎么办？怎么顺服得下呢？所以你听见一句话，上帝的话，然后你就在想尽办法不遵守，这种呢是撒谎的人。你要想尽办法遵守，那才算是信耶稣。我特别故意用全世界最爱的新国际版翻译了，而且故意把二十五节列在二十四节前面，
因为我知道地上的妻子都喜欢遵循五章二十五节，他们都有许多理由不遵守二十四节，这也是现实，全世界的现实。那我再讲一次，每一次讲都很好笑的，就是这种的故事每一次讲都很好笑。这是有钱人的游戏，有钱人他钱就得多了，他就常常要开 party， 在 party 里面呢，他们要玩游戏。他们有一天就来个游戏，那个主持人呢就站出来站在前面，啊，各位绅士们，他们是绅士啊，有钱的 club 啊 party 的时候，听清楚啊，不怕老婆的站在我右边，怕老婆站在我左边，都站在左边，怕老婆的有一个站在右边，这个最厉害。所以这个主席问他，喂老兄啊，他叫他的名字，你怎么有那么神能耐不怕老婆啊？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我老婆叫我站这边啊，不好笑啊！哎呀，他怎么有胆子站在这边？我老婆叫我站这边，那我不能难不站吗？看到，全世界最好笑、永远好笑的一个故事。所有男士站左边，只有他一个站右边。为什么他有胆子站右边？老婆叫他站在那边嘛，他讲。所以这些圣经谁要遵守？现实，但圣经真理需要反真理控制丈夫的妻子，直截了当，这是我传道的方法。不能信耶稣，直截了当算了，清清楚楚，你就不要说，不要信算了。啊，我有时间可以给你讲一篇，因为我读心理学好多的，变态心理学我读过的。如果一个老婆她需要控制老公的，这里面一定有很多问题。想清楚啊，这老公为什么你一定要控制他？一定要他顺服你，他怕你，你不怕他，你不顺服他，他要听你，你不听他，为什么？还有你为什么嫁这种的丈夫？要小心，好多问题在里面。OK， 我只是照圣经轻轻告诉你就行了。最后了，结论了，我不要耽误你们时间看哟。结论，你们遵循以下这四项吗？太阳下山，不要再生气。记得哈，上帝恩待我，今天杨姐妹在这里，好多年前了。我们还有中文学校的时候，最少二十几年前，有一次中文学校的时候，我太太做了一件事情，我非常生气，在她面前向她发脾气。礼拜六国语班的时候，然后礼拜天早上来，她非常关心，她说：“陈弟兄，你还生气吗？记不记得？”啊，记得。问她，我说：“啊，生什么气？”她说：“昨天，我说昨天什么，我忘记了，直到现在都忘记了。我教你老公也要这样 ，OK。下一次有机会我告诉他，圣经是这样讲，太阳下山你就不要生气了，你睡觉睡得好吗？最少有一个好处，非常简单。第二，不停止周日。敬拜神。第三，警告宗派的人一次两次，听清楚啊！你认识宗派的人，要警告他一次，警告他两次，然后呢，听清楚，没有意见，跟他们一起做。那是提多书一章啊，三章十到十一节，我提了几百次了。还有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十八节，保持离开他们，就是我看见
有人就故意要跟他们在一起，照片显出来了，你这个表现我看得见的。OK， 现实，这是现实。这种人是什么人？撒谎的人。我轻轻讲哦，没有生气啊。喂，撒谎的人，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好，我倒看见相片显出来，信耶稣人特意违反圣经教训。雅各书一章再重复了，因为结束了，说这样的人是撒谎。那看清楚啊，我承认不敢。哇，原来承认也有不敢的，等等。你们要顺服教会的领导，清清楚楚，没有翻译错，因为他们为你的魂时刻警醒。我告诉你，好像我今天最等一下啊，记得如果你们有时间回来，我们会很准时的。今天有报告，12:45开始，我还印了一张，我们等一下受洗的时候那个讲得到，然后我们会准时1:00给他施洗。然后他，我看见报告，他还整过那个什么小猪是吧？那叫什么？我都乳猪啊，乳猪。OK， 你看我对世界上多笨了、啊。OK， 吃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叫。不，你要回来帮忙吃。OK， 不然我不会吃的那么多的。我要保持健康。OK， 啊，因他们为你的魂时刻警醒。我今天6:00就来先 assess 设那个温度，因为我要省钱嘛。明白啊？我可以每天都设最高的。OK， 那个热水。恐怕他等一下着凉。 OK， 你们要使他教的时候有快乐，不知忧愁，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非常感谢神，这个基督的教会，所有的人都服从教会的领导。感谢神，你们还在这里吗？因为你们服从教会的领导。非常感谢神，只有真信耶稣人留在这里，这是有福气的，非常有福气。感谢神，你今天在这里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信耶稣或者撒谎。